王老师，你开始吧。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共同富裕还是杀富济贫。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在YouTube 平台 Clubhouse 跟这个 Twitter 三个平台同时直播。那么 Twitter 这个平台呢我是第一次用，所以没有太多的经验，那么我们先摸索一下。那我今天呢就会请这个，我们会按照惯例会把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的网友的意见在我的节目当读出来，然后会请 Clubhouse 的网友呢这个在房间里发言。同时呢我会今天呢我的 Twitter 上平台的网友呢暂时今天先不要发言，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OK， 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我做了一个话题准备。这个话题准备呢主要是提供一些这个跟这个话题有关的资料和有关这个话题的我本人的一些想法，提供大家讨论参考。那么议题，今天的议题是杀富济贫，共同富裕还是杀富济贫。这个议题的来源是因为中共总书记在8月17号组织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然后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然后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副总理韩正。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增加了一名政治局常委参加，就是汪洋。所以这我们把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话题，汪洋参与之后，他其实是增加了这个共同富裕话题的政治性。那么在这条新闻的这个整体展开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几个方面我解读一下。一个就是政策背景，政策背景他是这么说，他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就是中共了，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然后中共的十八大以来，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发展，改善民生，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政策背景。政策方向，这个新闻说，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后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基础，这是他的政策方向。基本原则，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就是分阶段促进。在这个文件当中有一些内容触动很多人的神经。这个触动人的神经的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相调协调配合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是讲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这是第一个。这段话是触动很多人的神经啊。第二段，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的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啊，这个文件一出来引起轩然大波。我之前有个解读啊，把这个解读为是对这个习近平过去半年以来这个不断的出政策，这个灭霸响指的一个纠正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那个解读是不对的。我觉得，共同富裕并不是在纠正习近平过去的灭霸响指，而是他提出了一个其他的目标。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把之前的那个解读呢，我们再重新的进行一个解读啊。我这里跟大家报告啊，报告我们的认识改变了啊。那么这个文章一出来呢，这个文件一出来呢，轩然大波啊。我一个朋友马上给我打电话，他们家有一家上市公司啊，说什么说这个杀富济贫要来了啊。然后马上企业的解读和回应是什么？8月18号，这个会议是17号开的，8月18号晚上，腾讯就宣布增加500亿人民币的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征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的帮助。这是4个月来腾讯第二次投入资金，之前也是500亿，这次500亿，两个加在一起已经1000亿了啊。这个所以腾讯求生欲望非常强烈，看见没有啊？这是腾讯的解读，意思就是真的要杀富济贫，好，那我就先在你动刀之前，我先把钱献出来，大概是这个想法啊。啊，还有一个民间解读，民间解读是这么说，算在民间解读，当然中国的民间解读会比较委婉一点。新时代的第一个10年很快就要结束了，讲的是习近平啊10年任期啊。明年11月的重要会议，当然讲的是20大，大概率是要官宣开启新时代的10年，也就是说他估计习近平会连任，涉及到国家发展大方向的问题，需要总路线指引。总路线是啥呢？他就解读，他说一系列的监管政策啊，做了前奏啊，意思前面那些针对互联网啊，针对这个叫教培啊，是监管啊，各种监管啊，各种灭霸响指啊，医美啊等等啊，是做了前奏。这个星期啊，这个周官方的重要会议指出啊，讲的就是这个中央财经委啊，要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这个本质1992年初最高领导人在南方讲话中已经给出答案，是邓小平的答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啊。这个中央财经委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啊，共同富裕的这个方向，其实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有了，别人已经翻出来这段话，那看到吧，共同富裕是一切发展的初心，也是终点，是未来发展的总路线，大方向定了，怎么落地啊？他解释啊，一是靠增量，一是靠存量。增量是什么呢？增量就是本质里讲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调节存量就是本质里面的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啊。然后他解释，他说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创造了现代经济史上的奇迹啊，那是一段超长的增长期啊，增量期。但是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经下台阶了，增量会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出现啊！虽然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并不过时，但是
如果还想在增量上做文章，那必须在高科技，特别是卡脖子的领域有所突破。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无论是哪一块都是硬骨头，需要长期培养，需要攻坚克难，短时间很难看到效果。那剩下的路子是什么呢？剩下的路子就存量条件了。以前说起这个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马上就会想到满腔热血的革命时代。那现在呢，现在当然不会用这种火红年代的方式，那用什么方式呢？如消灭剥削，其实可以说成是各种不合规的盈利行为，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被铁拳敲打，而且拳拳到肉，没有妥协空间。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教培行业啊，特别是通过各种套路、坑蒙拐骗、歪门邪道赚的钱，最好主动吐出来，这个物归原主。哎，腾讯这个动作有点像啊。然后消除两极分化，也可以说成是高盈利的企业、高收入的富人，要通过更多的让利，让产业链下游有汤喝，让更多的人关注、思考、践行社会价值，惠及全社会。然后他就这个文章这个说这个有些人会担心这种存量调节会伤及部分人的积极性，搞不好会回到均贫富的大锅饭时代。文章说大家多虑了，其实他意思就是大家想的是对的。后面就结束了，这是民间解读。官方解读，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的网站有登了一篇文章，叫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讲三次分配啊。然后他采访了谁呢？人民大学 副校长刘元春，刘元春是个经济学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清华大学这个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董毅。董毅就讲，他说对一个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收入结构当中占主体，就是形成什么呢？形成橄榄型的这个分配结构。它由于这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小，利益趋同，所以呢要做调高和托底的工作少，所以社会矛盾比较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其实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美国就是橄榄型的这种，就中间大两头小，上面大两中间大啊。这是美国像欧洲都属于橄榄型。中国呢，中国其实不是这样，中国是金字塔型啊，金字塔典型的金字塔型啊。那么他说会议强调构建这个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目的是什么？目的要让这个金字塔型变成橄榄型，那也就是说把低收入人群往上增加，往上流动到中等收入人群，你才有可能形成这个橄榄球型啊。然后这个刘元春说啊，刘元春是讲解释什么叫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讲的是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的作用下进行分配，比如说居民收入，比如说资本投报，资本投资收益啊。初次分配体现的是效率原则啊。那么居民收入它根据什么？根据你产业的结构来分配啊，就是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讲的是生产之后政府利用这个税收跟财政支出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那比如说像中国的特供啊，政府利用特供为他们的这种官吏阶层提供服务，这就是一种分配方式啊。比如说特供，比如说特殊的医疗服务啊，就比如说对这些特殊人群官吏阶层提供的各种服务，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再分配啊。那钱是从公众那里拿来给他们提供补贴啊。那么第三次分配，这是中共提出来的，没有社会学没有这个概念。他提出来讲什么呢？讲这个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那么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意思就是你主动的把钱交出来比较好，不要我去抢，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大概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共同富裕啊，他现在他这个文件这个会议描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形成橄榄型的，中间大两头小啊，高收入人群小，低收入人群小，但是中等收入人群多啊，目的放要壮大这个中产阶级啊，这是共同富裕的主要的社会形态。方式是什么？方式是突出的提出了三次分配。三次分配行吗？当然是行个屁了，是不可能的了。三次分配，你觉得中国人有这个兴趣把自己兜里钱拿来捐助吗？那是不可能。在中国连慈善都是生意，还别说你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再分配，那是不可能。真正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其实他那文有讲，加大收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调节力度啊，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层，它是通过这些头调节来的啊。基本上这个文件和这个会议的主要的精神讲的是这个。当然，这个思路行吗？那这个思路缺乏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支持，就是这个会议提出来的目标和方法。都缺乏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支持啊，在社会学当中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啊，通常出现的情况叫普遍贫困和社会公平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不存在普遍富裕或者共同富裕的概念，没有，做不到。通常共同富裕的结果是什么？是普遍贫困，就是杀富济贫。其实讲到底就是杀富济贫啊。那么社会学里面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那么经济学只解决什么呢？解决效率和制度的问题。所以共同富裕一定不是政策目标，你没办法制定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也不可能成为政策目标。政策目标通常是什么？公平，制定公平的制度，大家自己去奋斗啊，他不会说我要想办法让大家有共同富裕的结果。政策目标不解决富裕问题，只解决贫困问题，这是常识啊，这是常识。那中国现在还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挣扎。它的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金字塔型，它为了解决金字塔，要把金字塔变成橄榄球，难度大吗？难度相当大。为什么？它要实现产业升级，要把大量的制造业升级为服务业。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我就算你没有14亿人口，12亿人口，我就算你12亿人口，你要把这12亿人口变成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这个地球不够你服务的。所以在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产业结构之下，他想把这个金字塔变成橄榄球是痴心妄想，除非他的整个经济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科技水平，中国非常强大的教育水平，中国在整个的知识产权领域有巨大的竞争力，在这个领域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但是现在中国在做的是什么？中国在做的是灭霸响指，一灭就是一个行业，而且它灭的这些行业都跟什么有关？都跟中产阶级有关。你比如说教培行业就是中产阶级，比如说你游戏行业也是中产阶级。
所以实际上他政策文件在讲我要形成这个橄榄型的社会，我要壮大中产阶级，他可是他在执行的政策呢都是在消灭中产阶级。你比如说现在房地产，中国的中产阶级钱都在哪里？都在房地产里面，房地产现在已经涨到这个水平了，然后各个政策都在打击房地产，那一不小心搞崩了怎么办？就昨天我们看有网友提供消息说昆明现在已经不让降价，就是要恶意降价，要打击恶意降价，是为什么？房子卖不出去，房价在跌，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消灭了 90%， 大概就是这概念。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同富裕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政策，它是什么？它是政治口号。它为什么是个政治口号呢？那习近平18大上台他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叫小康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是他的政治口号。那么他现在十年执政期结束，今年他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任务，那他就提出一个什么呢？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口号。好，我们已经实现小康了，那怎么办？那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得往上继续发展，那就共同富裕吧。所以呢，共同富裕就是他在20大之前提出的一个新的政治口号，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试探，或者是一个空气，放出一个气球来，看看外界的反应。但是外界的反应比他想象的估计超出了他的想象啊，超出他想象。他其实这件事情他不是现在提出来，他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啊。我举今年的1月11号，习近平在出席五中全会会议精神研讨会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讲了三点，他讲两点。第一点，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啊，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地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收入差异等问题，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第一个。第二个，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真实地提高高质量发展。就是他提出这两点，就是在这个1月11号五中全会。然后到了今年的5月1号，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习近平的文章叫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他里面有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共同富裕它其实是一直在准备这个口号，准备这个政治口号。然后到了什么呢？到了今年的6月10号，中共中央播发，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就出了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呢？这个文件叫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就是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啊。为什么会是浙江呢？浙江当然是因为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当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他对浙江比较熟悉。但是其实这个选择很不靠谱。所以你看习近平做事就是这样啊。浙江中国有两个模式，两个经典模式，一个叫苏南模式，一个叫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浙江，温州模式讲的是什么？私营经济发展。所以其实你看
在浙江主要是私营经济，你很少看到国营经济，你包括像阿里巴巴这都在浙江，都在杭州啊，所以浙江是私营经济的重镇。国有经济在哪？苏南模式，南京啊、苏州啊，都国营企业非常厉害。这是两个中国的两个典型，两个模式。他选浙江呢，其实跟共同富裕这个主题关系不大，这还是习近平的做事模式，找自己人啊，连这个都要找自己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很有趣的就是这个薄熙来啊。薄熙来在2012年3月6号，3月6号一看就知道开两会，出席这个重庆代表团讨论，谈这个收入分配改革。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共同富裕。他说共同富裕道路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重要的内涵和要素。我们鼓励竞争，承认社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和中等收入、低收入人群怎么生活。公平分配和优质高速发展是可以兼得的。然后他说重庆这些年就是走这条道路。他说你看这个红二代都喜欢玩这种东西，他们的特征，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里面是什么？是文革啊。所以呢，共同富裕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政治口号。它这个政治口号，第一个，对习近平来说，共同富裕这个政治口号有梯次效应。他第一个任期，第一个十年任期啊，是小康社会啊，先解决温饱问题，先解决贫困问题，把贫困问题消灭掉。好，第二个任期呢，我让大家共同富裕，这不有梯次效应吗？这第一个。第二个，给人幻想啊，给人幻想，给一些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人幻想，你有机会变成中产。当然中国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只要我没在工厂上班我都是中产，中国人基本上都这么认为。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符合社会主义特征啊，社会主义特征就是消灭剥削嘛，消灭剥削，大家都不被剥削了，大家不就都共同富裕吗？其实这件事情正好相反，当你去消灭剥削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共同贫困。文革不就是这样吗？改革开放之前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它的目标是为了习近平的连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是作为他第二个任期连任的一个政策方向，但是这个政策目标既没有社会学的基础，也没有经济学的基础，它的结果是什么？共同富裕追求，当你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普遍的贫困。好，这就是我为大家做的这个话题准备啊。那我们下面进入讨论啊。讨论之前温馨提示，请 YouTube 的网友这个点赞啊，那么希望大家积极的发言啊，那么讨论到底是共同富裕还是杀富济贫，好吗？ OK,Amy, 把时间交给你。好。好的，那我们就请第一位听众吧。那个 America 在吗？ America? 在。你可以开麦，好。我新玩的，不大会玩啊。这个可以说了吗？可以的，然后请控制你的发言时间在1分钟左右，谢谢。我可能比较长，我到了时间你打断我就行了，我在排队。好的好的。这个共同富裕和杀富济贫呢，其实这我认为是灭霸在压力下面不得不的一个表面的让步。从他的那个真实的初心来说，是选毛泽东，杀富共同致贫。然后你想共同致富呢，你的必须还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你改革开放就像人的那个不是灭霸总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吗？问题是这个故事是鬼故事还是真正的好故事？
如果是鬼故事的话，就像画皮一样的，是吧？一个画皮，美女皮一旦揭下来，你就永远带不回去了。现在就相当于这样了，美女皮揭我揭下来了。所以你想西方在支持你，让你全民共同致富的话，那西方国家要帮助你，那什么情况下西方国家会让步，像原来那样帮助你呢？那就只有像俄罗像越南一样的开放党禁暴禁，否则就别人不相信你了。但是你开放党禁暴禁，我看是不可能的。所以共同致富也是个伪命题，从现实来说，是吧？所以现在说，我在就是说，我灭霸开始怎么想的呢？灭霸干正事千疮百孔，但论用心计和玩拳术，他是顶级人物，所以他绝不愚蠢。实施什么政策，为什么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一定会预料到的。他要实行什么经济手段，是与他要干两年换人还是永远在那儿坐着，那是息息相关的。这事关他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后果就不重要了。若干两年走人，他应该继续实行江湖的经济政策，这样即使下台也能继续保证也捞到了利益和继续捞，是吧？若是想长期独霸，哎，麦哥，差不多。若是哎，差不多，给你十秒钟吧。行，那我再排队。行，好，好，谢谢。好，下一位，Richard， 你在吗 ？OK， Sam 在吗？我在。哦，我来说一下。就是我理解他这个共同富裕，还是劫富济贫。其实我的个人理解是，他是一个劫富济党的行为。如果做一下类比的话，就比较像二战的时候德国对犹太人的这种行为。其实看现在的一个经济背景的话，其实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已经很难以为继了。然后如果想要加税的话，其实按照现在的社会环境也很难再加税，所以房地产税它也没有办法来推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到共同富裕的时候，着重强调了一个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意义是让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财产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要捐献出来，所以这种行为和二战时候德国对犹太人的行为是类似的。那么他这么做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割，就是割韭菜已经割不了多少了嘛，但是现在只能割这个富豪的韭菜，让富豪把钱捐出来，然后来填补他这个在财政上面的捉襟见肘。其实要谈共同富裕的话，其实本身是需要一个财富的二次分配就足够了，以及社会通道的畅通，这种就比如像北欧的这种社会环境。但是他这篇就是他的文章里面着重强调了一个三次分配，那么其实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就比较清楚，是想要做一个割富豪韭菜的行为。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像现在腾讯这种只是通过公司的这种行为的话，其实并不是他并不是中共的一个核心目的。因为通过公司的话，其实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我割富豪韭菜的话，富豪的钱他本身也不花嘛，他只是做一种投资。但是你要是割了公司的韭菜的话，其实这对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是有巨大伤害的。本来公司可以高效的运营这部分钱，但是现在这部分钱被党直接收走之后，就相当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好，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 Sam， 非常好。好，下一位 John 在吗？我在。哎，好，你可以看。好，我觉得共同富裕和杀富济贫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我们总是就是说表面上说起来很好听的一套，然后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所以其实这个政策它本质上就是杀富济贫。然后
为什么这样做呢？看起来它是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要站在统治阶级的这个层面上去考虑，杀富济贫是有利于这个统治阶级它巩固它的执政地位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当那个就是中产阶级壮大了以后，老百姓会有更多的想法，他会去要求这个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这个是威胁到他们的地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些顶级富豪嘛，那些比如说李嘉诚的长江商业学院、马云的湖畔大学或者是台商会这些组织，当他们那些富豪联合起来了以后，他们是可以威胁到这个最顶层的那些统治阶级，所以打压他们是必须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六亿人的月收入都低于1000块人民币，这个底层民众的戾气是很大的，所以杀富济贫是一个就是说在那些底层的老百姓看来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可以化解一部分的社会戾气。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杀富济贫有利于这个统治阶级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好，谢谢。谢谢向。好，下一位杨。我在。哎，好。这个杀富济贫，这不是共产党干的事儿，杀富济贫是这个水泊梁山干的事儿。共产党什么时候他干过杀富济贫的事儿？共产党干的都是这个杀富不济贫的。哈哈。OK， 继续讲完，讲完你的观点好吗？你这个共同富裕，你靠这个分配分出一个中产阶级来，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这就是一个骗局，政治骗局，完了之后顺便攫取财物。OK， 这是惯用的共产党惯用的这个套路啊。好，我说完了，谢谢，谢谢杨。好，下一位那个 Rosen 在吗？这个共同富裕呢，其实它最终共同富裕是个伪命题，它只能达到共同贫穷，这个在毛的时代就已经做到了。还有你无法通过让富人变穷来让穷人变富，就是当年斗地主啊什么资本家全部干掉，最终大家全部都要饿死。好的，就这样，谢谢 Amy。能不能让我在 YouTube 上面的网友的观点再念一下好吗？好的，那我们这边先等一下好吗？ OK， 关于正常国家的税收是收富人的税给穷人福利，中国的税收是收中产的税，集中力量办大项目，大项目导致财富集中，所以中国是劫贫济富。所谓的共同富裕不会动特权阶级的利益，只是劫中产济贫，今后中产的日子会越来越困难，这个很有见地啊。观点：共同富裕和独裁政权根本是个矛盾体。任何独裁政权不允许全民富有，因为富有的社会更追求公平公正，而不是均富。共同富裕在这个历史各种理想实验已经证明了是不可行的道路，这是人性使然。正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了共同富裕不可行，所以人们才选择了均等机会和保护个人财产，到现在还喊共同富裕，这是赤裸裸的再一次劫富而不济贫。 OK， 观点：习的共同富裕侧面认证了习李克强的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附近，并非常渴望自己生活的改善。习的共同富裕更多的是一种冲锋号的更意在说开始群众斗群众，符合他所谓的斗争思想。观点：共同富裕其实只能割到中产以及民企，因为底层人民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以让共产党压榨了，结果会变成工字形结构，只剩下顶层和那一小撮在共同富裕下，而下层那一大部分在共同贫困。除非工字形的顶层良心发现，否则趋势无法挽回，但是顶层的人已经没有良心了。观点：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提出来的，习执政的第一次提出，但是为了杀贫济富
杀富济贫，而社会中产偏上都是党的有级别有权势的人群，包括各级政府和大小 国有企业的头，以及公检法的人员，均是共产党的棍棒、工具、酷吏和投机分子，真正的企业家屈指可数。观点：从共同富裕导致普遍贫困的角度来说，应当将杀富济贫改为杀富治贫。 OK， 提问：中央财经会议一共提了几个主题？王老师对这个主题的解读，除了最后的一个杀富济贫有所改变，前面几个是否有改变？因为原先的这个解读跟李克强河南追责以及搁置反制裁法形成了一个系统，如果改变解读，这个系统是不是不成立了？好问题，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因为现在当我改变了对财经委的这个解读之后，那两个事件仍然是存在的。那么这两个事件的存在是不是仍然能够成为一个体系，我不知道，我们继续观察吧。新闻就是这样，它在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不断的认识，好吗？所以我现在还没有结论啊。观点：所谓共同富裕，之前提过也实践过，最后的结果是共同贫穷。富裕的标准不好评判，于是就来一个标准化，而标准化的标准掌握在我手里，最后拿出一个贫困的标准，对所有人都说这就是富裕的标准，于是所有人都共同富裕了，一如之前的脱贫，非常正确。我有10块钱，你说我有钱吗？如果周围的人全只有1块钱，我就是富裕的。如果我只有10块钱，我周围的人全是100块钱，我就是贫困。所以富裕跟贫困根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喊一个共同富裕的口号，那不就是共同贫困吗？观点：中产代表的是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中产获得的回报就是他的收入，打击中产，把中产的钱划拨给贫困的人，就是在打击社会先进生产力，这让中产也会陷入挣扎，他这么整会让所有的人陷入贫困。观点：当代史学家秦辉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里的福利说的都是通过二次分配使得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降低，然而在中国社会体制下，所谓的福利就是搜刮民间财富，补贴特权阶级，效果反而是增加基尼系数，每次社会改革都是增加这次搜刮效率，增加这种搜刮效率，最终让人民负担更大。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是中国政治格局的局限。不向改革开放、尊重产权、民主政治、普世价值等西方文明模式迈进，这个循环是跳不出去的。我最后再念一个，艾米，我的结论是杀富济贫，更正确的说法是宰猪吃肉。独裁政权和现代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获取财富的方式，现代社会是基于文明交易互助，而独裁政权仍然停留在过去抢夺压榨的方式，因此当一个政权将一切视为资源，那么就不存在共同富裕，而是掌权者富裕而已。 OK， 艾米给你。哎，好，我们接着盘脉。下一位是 Steven 在吗？我在。哎，好，你可以开麦。其实我们这些都比较强调是共同富裕，一直讲到是财富的分配的问题，但我其实更想要去谈一个东西，就是教育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是不公平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中国的教育一直没有否定文革，然后一直在他的教育里面塞进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重新回到社会，会重新回到毛泽东那种思维，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从小被根植的那个毛泽东的教育。但是其实他们在，我觉得在10年前是没有人相信的，可是在这个10年当中可能看到了大陆的经济成长快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还好像以前教的那个是对的。
所以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未来要能够去真正的走向一个所谓的共同或者是保护私有财产这个东西，教育的改革是必须得要进行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撇开那些有念大学不说，我到了更内地，比如三四线城市或是农村的里面的人，你会感受到就他们对外界是非常无知的，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且拥有最好的社会福利，拥有最好的薪资，他们认为真的自己真的脱贫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那种愚昧是让我非常的惊讶的。这是我想要分享的，谢谢。谢谢你 Steven。 有两点我提出来啊，第一个回应就是要进行教育改革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改革的本质并不是仅仅是针对教育。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媒体，包括文化事业，包括教育，都属于意识形态。中共钳制的非常的紧，非常的严。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中共在从教材到师资到整个的教育体系，他都把整个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装在里面，所以他们过去十年这些人的意识在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要改变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教育，而要着眼于整个的政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高速增长是很多结果，很多因素汇合的结果。这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全世界都把钱放到中国去，所以中国的高速增长。但是呢，我觉得从18年、19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改变，呈现了新的形态。我觉得过去十年让中共拿出来讲，来证明，是不是有人一直在开麦啊？你能不能把这麦关掉 Steven？ 过去十年呢，中共就把他的经济成长作为他制度的印证，但是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因果关系将会不存在，因为中国经济将进入低增长周期，而且外国投资者开始把钱从中国拿出来，这个过程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吧，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好吗？ OK， 但我只是认为就是说这十秒钟而已，我认为就是这个教育让人们重新想起，就是说他们认为可能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但是因为共产党一直把这十年当中所有的因素揽在自己身上，是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是的，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好，那我们下一位 America。 你好，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有个前提，必须实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否则其他的都是空谈，我认为是。而且呢，我是接着上面那个说，再接着上面说，习近平呢，他之所以那个要那个，他是想一个人长期在上面把持朝政嘛，所以他就必须用毛泽东那一套，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抓在自己手里边，包括私有企业，所以他就会像，因为而且这个呢，他为什么他就会必须在一浪一浪的那个运动中啊消灭私有制，这就有了秦二世界，毛泽东这样搞成功了。而且前期呢，不是有崔固守提出私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吗？他个人敢这样说啊，我估计这是上面受益的，所以坚决消灭私有制，把所有的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是一开始就定好了方针政策，所以会打各行各业的私营企业，像打地鼠一样。毛泽东打击私有企业是以抢的方式，因为他刚进城没自己没企业了。灭霸呢，
可能是想把那个环境搞坏，只要能够打击非法集资，私营企业就只有被国有股吃掉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无限的银行贷款嘛，所以他认为很重要的行业，不照片行业就会全灭。在这个过程中呢，谎言宣传还是真可能俘获大部分人的人心，认为是那个帮老百姓什么，就是直接共同富裕。灭霸常提到那个要讲好中国故事嘛 ，America，、你可以用十秒钟讲一下你的观点吗？行，我认为这个从初衷来说，灭霸的那个理念是不会变的，还是要回的。他为自己掌权，他并不想两年之后就下台，他一定会继续实行毛泽东的政策，打击私营企业，然后把企业全部抓在手上面。而且呢，好，谢谢 Mark。好，感谢。OK。好，下一位，KDK。哎，能听见吗？哎，可以。可以，你说。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定义不是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关于富裕，因为全民小康的话，我觉得它的衡量标准很简单，比如说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那就是脱贫了进入全民小康。但如果我们谈到富裕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能仅仅从收入来衡量，因为除了收入以外，我们还要讨论就是社会福利、医疗、教育这方面的支出。因为如果你仅仅是收入增加了，但是如果你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和教育的支出，那你很可能变得不富裕。所以就是这个共同的富裕，它而且医疗和就是福利和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的支出，这绝对是需要社会来进行调节。如果社会不投入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的富裕是很难达到。那第二个，我觉得定义的不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关于中产，因为，如果说仅仅说是我们要增加收入达到中产的人数，那么这个中产他按照这个他的收入是多少能够定为中产呢？因为中国对贫困人口他有自己的一个定义，那么他对中产肯定有一个自己的定义。但是这方面好像目前缺少很多。中产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给你，就是国家统计局是有一个中产定义的，就是关于收入的定义，你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定义范围，好吗？好的，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仅仅是增加收入达到中产的人数，那这个不是共同富裕，这只是那个加强版的全民小康或者全民小康 2.0。 好，谢谢。OK， 谢谢 KDK。 哎，好，下位 Gold。 哎，你好。我的想法是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习近平在那里瞎折腾嘛，就一个小学生在上面瞎折腾嘛，他瞎折腾的事情多着呢，是吧？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像那个雄安新区一样，就搞了以后，搞了以后就没有了，就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实行不了的，不好实行的。就说你不能，你说捐款，你不能强迫人家捐款吧？你这个至少这个就是说资金上面行不通吧？那就这样。Amy， 我这边又有很多，我这边念一下好不好？哎，好。观点：共同富裕是建立宪政体制，建设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容许反对的声音，保护私有财产，打破垄断国企、官企，鼓励开放公民社会去监督官员的贪腐行为，否则所说的共同富裕只是骗人的口号。观点：没有具体政策的济贫就是政策口号。CCP 治下的二次分配加大贫富差距，是负福利国家。不敢动二次分配政策，即便杀了富也不会拿来济贫。观点：我认为杀富济贫是杀富济贫。王老师的观点和当年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发言的观点一样，社会主义不能创造财富，只能让大家共同贫困。习近平要独裁，要搞个人崇拜，需要底层人民的支持，喊口号，学当年毛泽东，其目的还是维持他的权力，非常明确，非常准确。观点：不可能把富人变穷而使穷人变富，始于均富，必终于均贫。他的目的是回到毛时代，消灭富人，大家都变回穷人，
这样就不会有贫富矛盾，而消灭富人也能增加政府财富，这样又能够坚持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他不会考虑的。马克思是不信鬼神不信来世的啊。提问王老师好，习近薄熙来在重庆实行的就是习的政策，重庆那几年发展的不错，我的同学就是重庆人，感觉重庆那几年发展的相当快，很多普通老百姓感觉生活品质在提升。请问王老师，重庆的模式成功是否说明共同富裕有成功的可能？我跟你讲，有两个城市曾经老百姓突然觉得好像哎呀一下子很有钱，一下子不错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啪就掉下来了，一个是重庆，一个是天津啊。重庆也好天津也好，这两个地区的，天津是因为戴相龙，戴相龙原来是人民银行的行长，他去天津当天津的市长，他每年为天津拉来大概五六千亿的投资，所以天津发展，戴相龙在当天津市长的时候，天津的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快，那这就是因为他利用他的这个人各种资源帮助天津吸引资金来，所以天津有一个新区啊，发展的非常快。然后戴相龙走了以后，人走茶凉，这件事天津就啪就掉下来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重庆啊。重庆薄熙来利用他原来是商务部长，然后他也有很多的人脉关系，所以他利用他的关系拉来，每年重庆的力度比天津还要大。薄熙来期间每年重庆的投资每年是将近过万亿的投资投到重庆，所以重庆人那段时间感觉很好。为什么？这么多钱进的重庆，当然市政又在改善，各种都在改善，大家收入又会增加。但是呢，薄熙来走了以后，这些资源，大家知道这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个非常短暂的。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共同富裕的模式，这不是共同富裕的模式，它是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变现变成投资放到重庆去，也就是从其他地方把钱拿来放到这里来而已，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重庆所谓重庆的模式是骗人啊。观点：经济会议要解决问题，那中国有什么问题？简单的讲，地方没有钱了，中央也没有钱了。所谓的第三次分配讲的就是中央讲，不用再偷摸杀猪，你们可以开始抢了。OK， 观点：第一次分配是由自由经济下个人努力所得，第二次分配是通过自由投票组建的政府进行共同建设和辅助，第三次分配是自由意志下的个人意愿，另外捐献自己帮助更多的人。这三次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啊，他解释得很好啊。观点。发动群众斗群众，发动赤贫阶级和流氓无产者打击有产者，共产党制造所有问题，然后通过转移矛盾，一正一反割两次韭菜，三十年以后再来一个轮回，共匪不除，中国美好。观点：关键是共同二字，只要都是一样的平均主义，大家都一样的穷，还是一样的富裕，根本没有区别。情况：读大学时年长朋友说中国是国家有钱老百姓穷，当年不明白这句话，现在明白了，财富和资源都掌握在特权阶级手里，尤其是看那些国企掌握的资源和打出来的贪官掌握的财富和资源，就明白特权阶级跟老百姓生活水准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观点：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口号，实际是杀富保党，第三次分配只是用这个为人民所接受的口号给政府的财政短缺再次收割，用来给政府续命。观点：黑帮体制为了避免被自己人斗争，所以都必须要一起扛过枪，一起捅过窗，一起嫖过娼，于是注定这个治理体制永远是黑帮形态存在，而黑帮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没有道德底线就容易出现人道灾难，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
观点，中共不在乎所谓共同富裕，在乎的只是政权地位，人民连5000的教育课都上不起，才是中共最理想看到的，让人民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下一直做韭菜，接受不到高等教育，这样的中共政治地位才会一直下去。观点，这是个杀富济贫的政策。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差，上半年只有上海财政有结余，可是 养活这些政府机构、维稳机构要拿出真金白银，财政又枯竭，只让这些有钱的民企甚至民众买单，维持他们的统治。观点，从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到现在共同富裕，习的理论就是把过去的理论或者邓的理论前面加个新，就变成他的新时代理论了，就是加个形容词而已，其实没有一个是他新创独创。这也说明了中共主义和理论的百年枯竭，100年的路就是在循环而已。观点，以前有老师说共产主义假设人性本善，要求每个人为别人考虑，要有牺牲精神，对人的觉悟特别好，但人类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而资本主义承认人心的恶，通过制度遏制或者疏通这些恶，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是以所有人都打了鸡血一样的 positive 才能实现。观点，中共是不忘初心，他们这一群窑洞里走出来的红色贵族走到一起，在一起奋斗那么久，意味着他们本质上都是同类人，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是不会变的，他们会怎么样看他们的父辈做了些什么，不会共同富裕，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率是杀富济贫，一起贫困，正是他们父辈做过的事情。观点，丰富多元的文化社会，生活是衡量富裕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没有好歌可唱，没有启迪人的心灵小说可读的其畸形社会，谈何富裕？提问，现今社会所谓的普世价值观都是民主自由，因此大家都习惯以民主自由的基础来讨论评判所有政策的所有政体的政策，甚至是政治理念，但是这样的讨论真的能够拿来理解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完全对立的独裁专制集权政体吗？如果用独裁专制集权的角度去讨论他们，是否更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好问题。我们在讨论这些专制政体的一些政策的时候，他们也是趋利的，他们的政策是为他们自己好的，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常识啊，什么样好，什么样不好，很清楚。他的目标是维持他的政权，维持他的政权不倒，所以以这个为目标去理解他背后的逻辑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你刚才讲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去理解独裁政权，行不行得通？不，并不是这样。我们理解的是常识，常识很多东西和价值观有没有关系？有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好吗？观点，第三次分配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政府不应该介入。在西方国家，大企业也会捐很多钱物到社会，这就很好，但是中国就不大可能。为什么？大家愿意把钱捐出来，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公平。这是个公平的社会，有公平才有公义，有公义你才愿意把自己富裕的钱拿出来贡献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存在的普遍的不公，又没有社会正义，连道德底线都没有，谁愿意把钱拿出来？没有人愿意。好，明谢唐伟，谢谢 J， 谢谢 Thora 和，谢谢王月，谢谢 Johnny Carr， 谢谢王老师，感言有正义感，有普遍价值，谢谢你的付出，谢谢 David 张，谢谢。当你只有一种思维方式，你的思维方式是永远有惯性的，你会用你知道的唯一一种意识形态去解释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杀富济贫现在就是杀富养党，地方没钱了，哪顾得我死后洪水滔天。另外感谢王老师的节目，
OK， 谢谢啊。好，我们今天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直播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面继续我们在推特平台跟这个 Clubhouse 平台的直播。那么我现在这个 YouTube 平台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 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